街道之后，奔跑的平行线中，从来没怎么想过竟然会交叠双手。哦，地下道的邂逅，一眼看穿的心动，你我之间的悸动不曾停止过转动。想着你就像美味的想念，一再的呼吸，慢慢的想你靠近，一口口吹着那份美国粉色的天空，一点点感动就能打破尴尬的沉默，一幕幕羞怯脸孔，我捧着你的脸说一句句的我爱你，打进你甜甜的笑容，一步步爬上那的天空，大声对你说今天早餐还准备了粥啊。玉馨生病不能吃太油腻。你也是啊，要吃清淡一点对身体好。嗯，来，希望他能体会你的用心啊。爸早安。早啊，快来吃早餐，妈妈特别为你熬了粥。哎，我也是，你们吃。玉馨，我先出去了啊，记得要喝点粥啊。来，开车小心啊。哎，再见。再见。玉馨，有需要我帮忙吗？没有。那我先吃早餐，如果饿了就过来一起吃。你要记得，要好好善用你的助手。但是我找不到面粉，而且我也不知道还有缺少什么配料，所以面粉用完了，配料那些我有记录下来，这样子好不好？等一下我陪你一块去买。面粉在前面。面粉也买好了，现在就缺香草荚，不过这个地方没有卖。
那怎么办？我知道哪里有的卖，而且要买最好的，因为做好蛋卷对你来说是非常重要的。气色不太好，这里面有丰富的钙质和铁质，可以喝看看哦。哎，她是你女儿吗？是啊，她是我女儿。那哎，我们现在有做特价，买一送一，要不要带回去喝喝看啊？好啊，谢谢。嗯，好啊，谢谢。嗯。其实玉馨，你别担心。小时候的你手是很巧的，这个难不倒你。小时候的事你都还记得？你成长过程每一个阶段，我都记在心里。两位在做什么？既然母女一起做点心了，啊！爸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待会要开个会，有份资料呢，在书房忘了带过去。你看我这个，记得先去拿了啊。哎，爸，来试试看。怎么样？真是不错啊！看来你的帮手真的帮上你的忙了啊！连这个盘子都用上了，今天真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。这是什么盘子？我跟婉婉的结婚纪念盘啊。婉婉，你还记得吗？我们结婚那天呢，那个人是谁呀？送的我们这。玉馨，我没有这个意思。没关系，用了就用了，我也不会介意。蛋卷的步骤我差不多都会了，我先回房。你不练习了吗？我自己在练。你不是说你要好好表现给在宇看？你不要用在宇压我。
次。雨欣。阿姨，我很感谢你对我所做的一切，但是你永远无法取代我妈在我心中的位置。我没有要取代你妈妈。你有，你甚至用在想把我跟你绑在一起，但是我妈已经过世了，没有人能变成她。雨欣，都过了20几年了，你要怎样才可以接受婉婉呢？都过了20几年，我还是无法接受她。再过20年，也是一样。那旦觉呢？你要放弃了吗？这是你跟赞宇的约定，你可以不要接受，可是你不能让赞宇失望。雨欣，我真的希望你们两个能幸福。如果一定要接受你，背叛我妈，才能得到赞宇的爱，那我宁愿放弃我的幸福。雨欣。玉欣，等一下，玉欣，玉欣，玉欣，你到底怎么了？你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告诉我啊？对不起，我辜负对你的期望，我要退出黑糖记。为什么？这个活动是替心脏病儿童做的义卖，一开始是你告诉我，你忘了吗？我没有忘，我也很想要参与，想要得到你的认同，但是我不想要依赖你。就照你说的，让那个女人来帮忙我，可是她却一副是我妈的样子，想要趁机占我妈的位置。不行，阿姨不会这样想的，你先冷静下来。我没有办法冷静。我只想要和我亲生的妈妈一起做料理，在我心里，我妈永远只有一个，那比什么都还要重要。雨欣，想怎么会是失败的妈妈嘞？你教她做蛋卷，之前又叫我做炒饭，你这样的妈妈
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哎。要是玉馨可以这么想就好了。不知道玉馨到底要恨我恨到什么时候。阿姨，不要难过了，我们一起想办法。也许多找他聊聊。谢谢你们，每次来到这边跟你们聊聊天，我的心情就会轻松许多。但是对不起，我今天的情绪还是不太好，我还是先回家好了。傅在宇，怎么回去休息？你也是啊。其实我来是想要问你玉馨的事情。玉馨的事你都知道？嗯，王阿姨今天有跟我讲了，修复母女关系是一种学问。我是没有妈妈了，所以我不太懂。可是看阿姨今天烦恼的样子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帮她。你就是这样，爱帮忙，难怪婶婶说你是里长。不要开玩笑了好不好？我说真的，今天听阿姨说，玉馨总是很恨她的样子。她说了很多，可是我还是不知道到底原因在哪里。在二十几年前，玉馨他妈病重的时候，出现在他爸爸身边的。他出现没有多久，玉馨的妈妈就过世了。那个时候玉馨还很小，所以他一直认为是阿姨害死了他妈妈，抢走了他的爸爸。后来他们的关系越来越恶劣，两个人都很痛苦。我们身边的人，你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原来玉馨对阿姨有敌意，是因为太想念她的亲生母亲。我可以理解玉馨的感觉。什么感觉？玉馨很想念她的妈妈，就像我想念我爸一样。可是玉馨就没有像我这么幸运。当我想念我爸的时候，我可以吃炒饭，那时候就会感觉好像我爸在我身边。可是玉馨却什么都没有。算了算了，我不想想这些了。我觉得我要先去吃饱，才有力气想办法。拜。嘉庆啊，我还没吃，你想要吃什么？我可以带你一起去啊。我想吃日本料理。哦，雨突然怎么下这么大啊？嗯。干嘛？什么干嘛？你进来一点，你让雨感冒怎么办？不会啊，我突然又觉得雨其实没那么大、啊。
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来来，先拿着。抱歉，我绑下鞋带。哎，喂，陈兄，你很故意耶。拿着啦。夏青瑶，啊，你一副早就预谋好要吃日本料理的感觉。怎么这样讲？哦，我是念念跟小西经过，看他们菜色好像很厉害，而且你知道我每天都吃弄几把的热炒料理，总是会想要换换口味嘛。再说我很久没有吃日本料理嘞。哦，对对对，还有这边很棒哦，他们开超晚的。你喜欢的话，我还知道有一家还不错，下次带你去啊。我怎么觉得你怪怪的、啊？上次说还要再带我去游乐园，这一次是说还要再带我去日本料理。你是料理长，我怎么觉得你很不专心啊？我很专心啊。专心专心。帝王蟹龟软到。我的我的，谢谢。你太子虾。谢谢。智贵鱼到。谢谢金朋友。嗯，你干嘛把那挑掉？我不敢吃瓦萨比啊。你吃日本料理不吃瓦萨比？我是吃开心的，你管我？也对，吃饭开心最重要。对啊。这为什么叫做明太子啊？明太在朝鲜话是鳕鱼的意思，后来被日本人沿用。子呢就是卵，也就是鳕鱼的小孩子，所以明太子就是鳕鱼卵。嗯，那你点的是什么？我点的是鲑鱼冻。点是鲑鱼软，你不觉得妈妈就应该跟小孩在一起，不要分开吗？这就叫做温暖。夏晴哦，不吃干嘛？不吃啊！我想想个方法。
好了，对不起啦，因为我想要带你去一个地方。那你就更奇怪啦，不能直接约那个地方，害我跑来这里。可是，我想说我们可以走走路、散散步啊。这种天气你要散步？拜托拜托啦，很快，不会耽误太久，最多半小时，半小时。你到底要干嘛啦？走啦。孙天浩，孙天浩，天浩，钥匙给我，赶快讲哦，到底要干嘛？等一下你就知道了，就在前面，快到了，快到了。透露一下都不行，甘愿一点嘛。你怎么不干脆一点？我就是不能说嘛，快到了，拜托了，走了走了走了，快到了快到了，哦，前面前面前面。孙立毅，哦，你的就在前面讲了十分钟嘞，是怎样啊？哎呦，也没什么不好啊，没有下雨了，走走路散散步嘛，而且真的快了，就在前面，真的快了。相信你最后一次，想骗我就死定了。什么啊？你布置的？嗯。哇，哪有时间弄这些东西啊？好漂亮啊！我其实今天要给你看的是。比之前更漂亮哎！啊，你要告白了！啊，你要告白了！你终于要告白了吧？那个女生嘞？怎么没有来？她已经来了。啊？在哪里啊？你跟我过来一下。陈廷浩，你要谈恋爱了？人呢？在哪里啊？在这里。我是问他人来了没？你指水里干嘛？你往里面看，就可以看到他了。讲什么？傅在宇。什么？你怎么在这里？我要去玉勋家找万阿姨啊。你们怎么在这里啊？哇，跟他喜欢女生告白，你看这些都是他布置的，很漂亮吧？可是那个女生没有来，他还要我看水里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今天是星期一嘛，其实我是约星期三，我只是想说，请你先帮我看一下，这样可不可以？可以可以，任何女生看到都会痛哭流涕，你一定可以的，一定会成功。可是礼拜三我也要上班，万一不能陪你怎么办？你不能来，那他的告白就麻烦了。这不用你担心。关于你的告白，要不要放下其中一天假，还是陪你？不用。
确定不用？干嘛放我假啦？如果我可以来的话，我一定会到。如果不行，我也相信他一定可以，一定会成功的，对不对？嗯。哦，对了，傅在宇，你去阿姨家干嘛？讨论玉馨的事啊。等等，玉馨她会去值班，所以先来这等。那我跟你一起去，我也想要了解一下阿姨的状况。秦友，你不回家、啊？我很想要知道一下阿姨跟玉馨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，我想要关心一下。你先回家休息。到时候你一定要先告诉我，我若可以来的话，我一定会到，好吗？好。那我们先走了。你自己小心哦。傅在宇，等我一下啦。谁说幸福是对等的付出？难过竟让人越来越投入。算了吧，是疯狂的爱还是嫉妒？我都懂了，你说实话，我是不懂爱，所以紧紧抱你入怀。爱的简单，就让它带你离开。我很想去爱，直到那天才能让你明白，我不懂爱，我不会爱。巧了吧，就这边遇到你。嗯。夏晴啊，天浩告白对象你知道是谁吗？我怎么会知道？他那么神秘。那你猜他告白的对象漂不漂亮？会比你还漂亮。拜托，比我漂亮的女生满街都是哎。不过，如果他可以找到像 Marco 那么漂亮的女生的话，我一定要超开心的。Marco 应该不是他喜欢哪一型吧？你又知道他喜欢哪一型？我看只有你不知道他喜欢哪一型。是吗？没有了。孙天浩口风真紧哎，最近才让我知道他有喜欢女生这件事情。我怎么觉得这不是他的问题，比较像是你的问题。我有什么问题啊？你的恋爱神经粗得跟路边的路灯一样，我真不懂的脑袋除了装料理还装得下什么。你说那什么话，我装料理之外我还超义气超关心朋友的。我看你是哪边还没开窍吧。哪边？这一边。哎，你知不知道你刚戳死我几万个脑细胞啊，我会变笨哎。笨也不坏啊，还很对恋爱真的很笨。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说，你真的很笨。你才笨，你才笨。好好，你不笨。你真最笨，好不好？好了，夏晴，别闹了。在宇。王阿姨，静儿她也起来了。阿姨，欢迎，请坐。要不要喝点什么？不用，谢谢。嗯。王阿姨，你和玉馨还好吧？还是一样，说不定会更糟。阿姨，我来主要是想问你一件事。
找我来做什么？我都已经说要退出黑瞳记了。好，如果你坚持，那哈娜也会退出。为什么？参加黑瞳记是要帮助心脏病儿童，临时退出不是很可惜？既然觉得可惜，为什么要退出？小时候有一次我心脏病开刀，宋伯伯为了照顾我，把我带回家照顾。那个时候你妈做了一道很好吃的料理给我，这件事你还记得吗？那道料理真的很好吃。我记得你妈妈过世前，她知道我们两个都很喜欢那道料理，所以一次做了好几盒，把它冰在冰箱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结果你自己每天吃一盒都不分给我吃，一边吃还一边哭。你为什么要突然提这个？我还记得最后一盒我都舍不得吃，冰到冰箱都酸掉了，结果是你把它给丢掉，所以你还欠我一盒。今年那一盒我可以还给你了。什么意思？我希望能让你再一次吃到那道料理，你愿意吗？我一直都很想念那个亲子冻的味道。从小到大，我都没有忘记过。吃的，我以为是你做的，你没有跟我说是他做的。你答应过我的。
玉馨，快，别再哭了。怎么是你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我妈的亲子冻，你可以做出一样的味道？在等待。